大家好，今天我老姐在家做馒头吃，她女儿比较喜欢吃。你的记者不好，真的不好。等会吃她的馒头。这瓶子里面装的是香蕉汁，打烂的，然后倒在这个面粉里面去一起揉。他那一口，风少女妈还拉着点香蕉嘞。我老妈说我姐她不会，然后她说她来，她能，她能。然后揉到你妈的手，没手，然后干不了。好什么？就手软的，那地方力气。干嘛去？现在这个面已经揉好了，要晚上才能包。现在这个面粉已经发好了，就闻起来有那个香蕉的味道。这里面包的是萝卜干，还有你的牛肉。这萝卜干里面还有肉，这是自家做的，挺好吃的。那我就打打下手。这我外甥女她也要包。抱着洗。哎，来你坐，来坐啊，你们俩。老强哥，你妈妈点起来嘞。是吗？好啊，你妈妈姐姐的舅舅拿下两个床啊。哎，来呀呗。啊，舅舅肚子里刚不得厕所。舅舅毛强。现在已经蒸了20来分钟，应该差不多了。是吗？你想抢你包的包子，舅舅在工厂抢把面，我的。没有，走，我去吃。我来去吃了。我外甥女刚才在找她自己包的包子，然后找到了，拿去吃了。这里面有香蕉，所以这个颜色看起来有点黄黄的，这味道还不错。要过来，快点给你装装，快快暴风了，到那边。这包子包出来的外观啊，没有北方人的好看。像我家包包子一般都是很随便的，不在乎这个外观。用假的，不要。